教师节快到了，小可爱们催的教师节手工礼物来啦。第一个惊喜盒子，尺寸如图。大框架完成，还有特意为老师准备的龙角散无糖热敷片，都是这种小小一颗，含着也不影响说话，刚好适合老师上课含着讲课，清甜的蜂蜜柠檬味，里面添加了清凉威力，吃起来更清凉。抹茶桔梗口味，在龙角散粉末基础上又添加了桔梗粉末，吃完嗓子润润的凉凉的，老师一定会喜欢。做周围的装饰，按照图纸做出爱心。第二面做小信纸。第三面做可插入的郁金香花束。第四面做抽拉小机关。上层盒盖贴几串星星，下层放入迷你花束，完成。第二种果冻包礼物袋， A4 透明片竖着裁成一半。我的意思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连接处用纸包边装饰一下，放入准备的贺卡和润喉片。第二种礼物完成。第三种圆形收纳盒，话筒心圆剪开，有形绕一圈圆形收纳盒做好，按照图纸做盖子上的装饰物，安装小串灯，放入润喉片，盖上盖子完成，还是个好看的摆台。第四种立体贺卡收纳盒，按照视频做立体框架，装饰一下。做与贺卡相当的收纳盒子，粘贴贺卡，放入润喉糖，完成。快准备起来吧。